VAMP 代表顶点映射管理器，是一种将点的资料从一个物件传输到另一个物件的工具。物件可以完全不同，它们可以具有不同数量的点和不同的结构，这可以快速转换 UV 信息到不同模型上，依旧保留好的贴图效果。除了顶点贴图之外， VAMP 还可以传输各种类型的选择 UV 坐标、权重以及 Postmorph。 首先预备好模型，这边以低模转高模当范例，低模的 UV 贴图都准备好之后，如果要快速贴到高模上，过去可以直接贴过去，但是 UV 会坏掉。所以必须再重新调整 UV 贴图。新版本的可以使用 VAMP 功能，在角色选单中的管理可以看到 VAMP。开启后会需要告诉来源物件，选择低模，再来选择目标物件。高模选好之后，软体会把来源的资料转换到目标上。在 VAMP 功能中，不只可以转换 UV 信息，还有坐标、权重以及 Postmorph 等等可以转换，根据需要的转换内容勾选。当选择好转换的内容时，下方的评估方式可以挑选一下，选择好之后点击转换贴图就完成了。如果是逆向工程扫描的物件，也可以使用此方式。通常扫描完后的模型会呈现带贴图的三角面。如果要编辑模型又想要保留贴图，可以先将模型转成可编辑的四角面，再使用 VAMP 转换贴图信息。让扫描的模型再进行修复并保留贴图。